路上大家就一直在看我，这样好像同时听到很多哎、欸、要拍照要拍照这样子。Leo 王没架子的路边乐当亲民歌王。你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，看到我独自一人蹲在角落，而你们刚好经过，你说了声嗨，我眼睛已经睁不开。咱们十日就刚好经过民生社区，看到新科金曲歌王 Leo 王坐在工作室外，一下抽电子烟兼滑手机，一下拍打自己的身体，是个很趣有的午后日常呢。过没多久，工作室伙伴包含李英宏、春燕也一起出来放风抽烟。哎呦，哪有什么烦恼？你看看李英宏讲话，还逗得六王哈哈大笑。是说啊，现在健身歌王的他，还是维持一样的生活风格呢？我是希望不要有太大的改变，就是说心情上希望可以维持像以往自由自在的心情这样。娱乐动新闻，哦，好可爱，被圈粉了，报道。